扰人噪音，你也有更好的选择。新雅皮带轮。吼，到处都油油的，擦不干净。甩开油腻腻，你也有更好的选择。新雅皮带轮。好麻烦哦，网友说链条不上油会生锈，那我到底要怎么保养呢？你们试试看。关于保养，你也有更好的选择。新雅皮带轮真的很厉害啦。